吉祥，你赶紧走吧，督公真不在，您就别为难咱了。我会一直等待。慕容苍，我知道你在里面。我力气虽然小，这扇门我也不是推不开。你放心，我不会闯进去的。我知道，这个世界上最难打开的，就是人的心门。你若是不出来的话，我自是进不去。这个道理我明白，所以我会在这里等你。如果明天天亮之前，你还是不愿意见我，不愿意把一切都告诉我，那我会离开。我们以后山高水远，再不相见。平安，吉祥，你走吧，督公府啊，散了。哎呀，thank you.
你都多久没来了？丫丫，给云浇上碗馄饨。好嘞。饿死了都。等着啊。行，吃饱饱。行。来，馄饨来了。哇，这馄饨多少钱一碗？盛会三碗，云娇姑娘免费。三文钱一碗？这么大一碗，你们挣什么呀？哎呀，当今天子英明嘛，没有苛捐杂税，而且又正好赶上了丰收年，这馄饨三文一碗也能赚，不差钱。啊，那我先去招呼别的客人了，忙去吧，丫丫。好嘞。如今天下海晏河清，陛下和他的理想真的实现了。哎，啊，想什么呢？我跟你说啊，多亏你这县部的府，给我找了一个这么好的门店。哎，你知道吗？就这话本子，我都说了好多遍了，可还是有人爱听。哎呀，姐，咱能不能说点正常的本子？下次不讲这个了。挺正常的呀。对，你就真的一点儿都不想度工吗？不想。你不想，我想。我们家度工多帅。不准你想。哼。你说我会不会错怪他了？其实他没有骗我。哎呀，你们这两个人真是急死我了，就不能什么有话直说，有问题就直接问吗？你说说，你都憋了一年多了，憋得不难受呀？有话直说是吧？那我有个问题要问问你。那你就请问吧。你当时为什么要接我回正国公府帮我认亲啊？可能是因为我也想善良一回吧。哦，开玩笑的。其实是因为当时我心里吧有一点侥幸心理，我就在想我那个爹，不是，就是郑国公，我想知道他对我到底有没有一点点的真感情。不过事实证明我又赌输了。对不起啊，雪晴。不许你说对不起。再说了，你不是接住我了吗？所以我们抵消啦。行，抵消。好，快吃吧，都凉了。听说京城有个什么九千岁要被皇帝问斩了。一个太监，呸，敢叫自己九千岁，死了也活该。姑娘，二位姑娘，你们刚刚说的九千岁可是复姓慕容。姑娘怎么知道的？官府下的告示就是这么说的，今日要在长生祠赐死了。你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去啊！快去快去！好。慕容草。蝴蝶飞进明媚的长风。慕容草。撞击不属于色彩的。慕容草。生动。雪晴博士，独语百叶宵，念念春回响，不忘碧霄。其实明知故往航线本不相同，借着月升潮汐，这一山相拥，日出以后无人知你在我心底多重。如果错是风起那悄然相逢，胭脂秋的一山中，哪怕那天晚霞摇摇欲坠，连相拥也言不由衷。如果你是牵拉不住流浪的风，轻易吹我去天空，我会云上写下某人姓名，任凭青春不知所终。
忙与共，继续迎着孤王航线奔不相同，在这夜深潮汐只一霎相拥，日出以后无人知你在我心底多重，拂过青山如愿坠落也如惊鸿，眼泪奔赴曾汹涌，他用余生只救孤独观不深到今人海霓虹。如今陛下的天下海晏河清，卑职可以安心上路了。从此这世上没了慕容草，朕一定会觉得很寂寞。从现在开始，所有的秘密都会随着卑职一起消失，还请陛下和百姓们共赴一个平和安乐的天下。慕容，你和朕是朋友吗？其实朕早就把你当成了朋友，但你却说君是君，臣是臣，朕注定是要孤独一生了。陛下，喝完刚刚的酒，我认识的慕容藏就算是死了。你走吧，去找他吧。你们二人要如同死了一样，永远都不要再回来了。谢陛下。丫丫，我就先回府上了，今天辛苦你啦。没事，老板抱一下。不好意思啊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谢谢。姑娘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雪。公子，我没有名字，你可否为我起个名字？你这人怎么总是这样啊？这么不讲道理。也不知道是谁被我用饼喂大的，现在我没钱没差事，他就开始嫌弃我，不管我。那你说你想要什么呀？我现在一无所有。你之前说我向你求亲的事还作数吗？你就这样求亲啊？你知道我最讨厌什么吗？最讨厌什么？弯腰。我还最讨厌跳起来呢。反正我讨厌弯腰。反正我讨厌跳起来。我不弯腰。我不跳起来。你跳吧。